哇，我真是个天才，开了口的开心果。讲讲讲讲讲讲，嗨，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去盒马干饭了。据说最近上线好多黑芝麻的甜品，我约了跟小伙伴一起去，现在打算去找他，顺便还原一下美貌。还给他带了一个之前分装的辣松面包。你吓我！我就看一下。怪你！好了好了，出发！直冲我们的烘焙区，看看有没有上什么新品。我弟超爱的甜甜圈，他就喜欢外面有这种巧克力涂层的。是黑芝麻泡芙吗？我要拿黑芝麻泡芙。咦，黑芝麻泡芙呢？在哪里啊？在泡芙里哦，在他那。黑芝麻的手指泡芙，黑芝麻的花生蛋糕，不黑芝麻卷。那我想吃个有开心果味的生乳包，尝一下。还有季节限定的甜辣辣条风味，但是好像已经卖完了。我发现了有一个。榴莲烤鸡，救命！好久没吃面包了，拿一个芋泥蛋黄吐司。对这个芋泥瑞士卷也好心动啊！那肉丸都还有芋泥的浪漫。黑米宝宝跟樱桃波士茶酒，还是想拿黑米宝宝。第一次看到有卖炒粉的，要了牛肉炒河粉。我们已经满满当当的一大桌了，这也太幸福了。先来一口我们的巧克力牛奶，一点点苦苦的，趁热来上一口。多吃蔬菜，身体好好。鸡蛋都没有炒散，看着油油润润。嗯，那是大阪烧那种感觉，好香啊！特别香的孜然味，感觉比一般摊头上炒的还好吃。脆脆脆脆的。我们说这边还炒饭，但其实一直都想吃炒河粉。跟口味相同的朋友。一起干饭太快乐了。下上这个黑芝麻泡芙，大一口里面有六放大版的花生哎，里面是黑芝麻馅奶油，那泡芙皮有点，像被水泡发一样，然后它的黑芝麻奶油的黑芝麻味是有的，然后有点咸咸。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泡芙皮的面硬。没想到第一款就踩了个惊天大雷。这是酷黑卷，酷黑芝麻瑞士卷。现在他们这边的瑞士卷的口味真的好多，还有看到咖啡口味的。在泡芙后吃瑞士卷真的好吃太多，奶油淡淡的芝麻香甜味，蛋糕体一表情。它里面是黑芝麻口味奶油。然后蛋糕皮也是黑色的，比泡芙更软一些。蛋糕皮的黑芝麻味也挺浓郁的，沾一点我的巧克力奶。蛋糕不是青岩挂的，吃的也瘾。还有一个芋泥瑞士卷，我本来不想拿，但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一整块的芋头。中间芋头的口感超出了我对芋头的认知范围。听这里面应该是芋泥吧，但是吃起来好水呀，香味比较浓，感觉吃不出什么芋泥味，
然后它中间这个芋头吧，感觉水兮兮的，但是有点怀疑它是不是素鸡呀、啊，就有那种吸水的成分，有点像海绵。它的芋泥里面特别的湿润，不是那种芋头块的感觉。蛋糕点的奶油还是好吃的。这芋头一咬下来，还有那个水会在你的嘴巴里刺开。生巧口味的麻薯，怎么没爆啊？以为会是那种流心的。嗯，它是那种梗啾啾的麻薯，很有嚼劲。是我喜欢的麻薯类型，终于吃到个中意的了。幸也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酸奶，里面应该是黑米跟爆爆珠。我还把它尖尖的咬掉。好了，鸡已经咬掉了。小时候最害怕发生的情况出现了。嗯，照样好吃。里面有蓝莓、黑米跟爆爆珠，多层口感。嗯哼，我少点水腻在身上。我放弃了。黑芝麻花生蛋糕，两个喜欢的元素结合在一起。就拿下这个透明的小勺勺吧，要不要拿出来吗？这样，反过来，哇，我真是个天才！看侧面，我还以为是黑芝麻味的慕斯。黑芝麻奶油，有花生那种咸香味耶，我感觉花生味好像比黑芝麻味更浓一些。嗯。这款蛋糕咸咸的，有点像那个花生酱。对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再品尝尝。这边感觉花生味会更浓一些，然后感觉是甜甜的。有四层口感，起码比 Coco 家的黑芝麻味浓。感觉更适合重糖爱好者。这个有甜吗？口味都偏甜，我这样觉得还好呀。上面这个奶油顶，咸咸的，主要咸味在上面的奶油顶。黑的也是咸的吧？尴尬了，黑的是甜的，坚果味的生乳包。我是绿的，不知道哎。因为开心果中间的那个杏仁不是绿的吗？对吧？我乱猜的。有一些糖粉，然后是开心果奶油。上一个开了口的开心果，除了颜色是绿色，其他跟开心果没啥关系。这有点像冰面包，而且它的那个面包体我不是很喜欢，有点太硬了，硬邦邦。这边有开心果颗粒，但是其实开心果味不是很浓郁，而且面包体好干巴，不怎么推荐了这一款，说不定加热会更好吃一点。好不好？奶油比面包好吃。剩下没有奶油的部分蘸酸奶，说不定会更好吃一点。是酸奶也拯救不了的程度。油焖焖蛋糕是我朋友选的，这种老式蛋糕加上奶油，没有人想要拒绝吧？哇，这个好软，蛋糕好软。我很喜欢吃那种很软的蛋糕，超软。突然忘了，我还有一只烤鸡，第一口推给大家。本不太能吃蒜的也能接受，黄油味巨浓带住了蒜香，一扯能流汁的程度，还带有点奥尔良的咸甜口。抱着看，这一口看来，这生前是只健身鸡。就把炒河粉给解决了。它孜然真的好香啊！
也换鸡胸。微微吃的奶香奶香的。吐司没吃，现在就拿吐司收尾吧。咸蛋黄馅，它的面包体是紫色的。嗯，点上有咸蛋黄。咸蛋黄比较思域，是咸蛋黄泥的子弟，偶尔还能吃到芋头罐。有点干。我马上怎么？面包体是这个比较普通，面包太像酸奶。嗯，好吃吗？要用巧克力牛奶结束今天吗？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叶子会有毒的那个是什么？这个叫。土豆，好像是，那绿芽吧，好像那个大蒜长绿芽，我家也吃的，只要把那个切掉就好了。你家吃吗？应该不会死吧？我还活着。